死啦，睇错时间添，早咗成个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今年度嘅社长 5C 班廖海怡。做咗六社社长一年，最记得嘅就系社迎新嗰阵，大家都初嚟报道，第一次筹办咁大型嘅活动，个个都冇经验，所以嗰排不停不停咁开会，务求做到最好。我哋遇到第一个大问题就系跳舞，我哋十二个人喺跳舞同唔跳舞呢个问题度陪咗好耐。我哋最后一次决定跳嘅原因系，我哋全部人都好想令各位六社嘅社员留下一个小小嘅回忆。见到他们这么用心去练舞，由对隻舞一无所知去到略懂一二，到最后全部人都懂了，再一起上台跳舞给百多人看，真的不容易。很多谢社员们付出了你们的第一次。最深刻的就是陆云会，它是全年最大的 project，所以我們都用盡百二分的努力去做到最好。前一晚臨睡前已經想定第二天放學要準備和完成的事，晚晚都做到忙我的狀態，每天都六七點才走。除了要多謝這麼多位社幹之外，我最想多謝的就是兩位社監嚴寶珍和陳子瑩老師，他們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，每天都放學陪我們做到六七點。不單止這樣，他們還會落手落腳幫我們整社式，很榮幸六社的社監是你們兩個。另外有些從來沒參加過賽事的社幹們，他們今年竟然會為了想為社加分而豁出去，為了的可能只是一兩分，這樣是其中一樣令我最感動的事。去到社牌，在這裡很想衷心感多謝有份打的社員們。我知道不論是社幹或者社員，他們當中都有些是對排球毫不認識，但他們都沒有托我手踭，這樣都是其中一樣令我很感動的事。女子社牌我有份落場打，男子社牌我也有在場邊看，在場內場外見到他們開到球接到球打到過對面甚至得分，我比任何人都要興奮，不斷為他們歡呼和鼓掌。而社足我梗系冇份落场啦，喺度好多谢有份参与同一直支持嘅你哋。对足球零认识嘅我，唯一可以为你做嘅，净系可以递下水同喺场边加油同打气。每入一球都好替你哋兴奋同紧张，兴奋嘅心情久久也不能平复。你哋每一个都好好，我为你哋感到骄傲。好多谢你哋又俾咗一个美好嘅回忆我。最后，请谨记在地平线上也有我呢个社长为你们打气。做了社长一年，真的学了不少东西，例如怎样跟人沟通，怎样跟人合作，要有团队精神等。当中有开心或者不开心过，但亦都正如我刚刚讲的，有无数的感动位。每一次遇到这些感动位，我都是由心地笑出来，这一种感觉直到这一刻我依然历历在目。最后最后，希望六社的你们下年度会积极投入社制活动，慢慢为中学生涯储起美好的回忆。来年的社长社干你们都要加油啊，虽然过程可能会很辛苦，但都要尽力去做，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是你意想不到的，加油。